中方对美国的政策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，我们致力于同美方实现相互尊重、和平共处、合作共赢，同时坚定捍卫自身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。中方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、和平共处、合作共赢三原则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，主张推动构建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。我们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，妥善管控分歧，推进互利合作，避免误解误判，推动中美关系重返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。